家早安，今天下午有11月本月份的教会会员约会，我们将讨论2021年教会财务预算的提议，还有各个常务委员会新加入的会员、部长以及董事，教会各部门及事工也有报告和更新的消息，请各位会员不要忘记在12:45开始进入，会议会在1:15准时开始。我们的 Doris 显黄旭传道将在今年年底正式退任教会圣乐兼崇拜的传道职位，他的荣休典礼在12月20日下午1:15通过 YouTube 举行，欢迎大家一起参加。由于您可能无法亲自向 Doris 传道表达您对他的感谢以及祝福，您可以使用手机录下一段小小的视频给他留念。你的录像可以在11月22日以前发送到 cbccocmedia@gmail.com， 以方便同工会总编辑。现在让我们一起以今天的宣召经文齐心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宣召经文诗篇47:8-9，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天父我神，以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以我们的歌声来称颂赞美你，赞美你的慈爱
赞美你赐给我们你的圣道真言。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与颂赞归给你。我们要感谢在疫情以及动乱当中，美国的大选平安的结束。求主保守美国的领袖与人们，能够放下个人的成见与分歧，而能够彼此谦让，来保守社会的安定与安全。没有抗争暴乱的事件，能够全国同心的来控制疫情，让每个人能够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日预备我们的心。父神，求你在这个不确定以及动荡的时期，能够赦免个人的罪，让人能够在危机的时候回转来归向神。主，不管是卸任的公职人员，或是将要上任的政府团队，主都求你给他们智慧的心，来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让这个国家能够在合作与和平当中求稳定的发展。主，求你看顾并施能力给下一任的总统，让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能够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在你的怜悯与恩典下解决国家在各方面的危机。主耶稣，在这个季节更换疫情紧张的时刻，我们为地线的医护人员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不受感染。感谢你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执事、同工以及家人的保守。若有失业与经济上有困难的，心中有愤怒的，身体有病痛的，以及情绪忧郁的，我们求主医治，并且让我们在肢体里能够以爱心互相支持、安慰与带导。主，求你继续指引带领教会的人事委员会，在我们国语堂牧师、音乐以及儿童事工的牧者聘请上面，能够很快的有突破性的进展。主，我们感谢我们能够认识你、信靠你，我们感谢你伴我们同行。主，这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真实地见到你，在
今年我们的背诵金句是马可福音10:45，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节经文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先让我们一起来默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今天攻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11-20，现在请大家一起高声的朗读神的话语。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各位的弟兄姐妹，你们好。11月是感恩节的月份，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盼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感恩的信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致一生最美的祝福。今天我们会讲到关于我们可以认识神，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好最美的祝福。今天早上我们会看路加福音15:11-20。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认识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5:11这样的讲。讲到耶稣基督有一个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所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但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吃，也没有人给他。所以在17，我觉得这段经文到20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
我盼望大家特别留意第十七节，讲到他醒悟过来。那英文的圣经讲的也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说 come into senses， 以前他不知道的，但是现在他 come into senses， 他醒悟过来了。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觉得有三方面他是醒悟过来的。我觉得当中我们都可以学习一点的功课。他醒悟过来的第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跟父亲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从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跟父亲的关系就是跟钱的有关系，跟家业的有关系，跟那个可以分多少钱有关系。但是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讲这样的事情了。他是讲到父亲，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讲到大概他思想到他的父亲还是爱他的，所以现在真的有些不同。讲到他跟父亲的关系，以前他不认识的，以前他不知道神跟父亲是爱他的，但是现在他醒悟过来的。其实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呢？以前我们不是认识神的，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感恩节里面，第一件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感恩的，就是我可以认识我们的神。在旧约、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解两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以赛亚书第65章第一节怎样的讲，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约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今天伸手叫呼他们。其实每一天神都是这样的，都是伸手叫呼我们，我在这里。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神呢？还有呢，就是罗马人书第一章19节跟20节也是一段的经文，我非常非常喜欢。通常当我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喜欢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一章第19节这样的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所以我们没有借口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但是这段的经文已经讲到神的恩典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应该认识神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20节讲了早，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视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退为。所以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以前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好像哪一个浪子一样的，跟父亲的关系不好的。但是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醒悟过来，我们现在认识他就是我们的神，就是创天造地的神。有人这样的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放了三个字在我们里面，英语怎样的讲啊？第一个字就是 odd，啊，中文呢，我们就是讲惊讶啊 ，odd。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很美丽的地方，去 Rocky Mountain 啊，去 Grand Canyon 啊，去 Alaska 啊，看到的
很美丽的美丽的地方，很自然的，我们就会 in art 啊。我觉得这个是啊，从自然发出来的。然后另外那个字呢，当我们 art 以后呢，另外那个字就是 wonder 啊。刚才讲到的，就是啊，惊奇啊啊奇啊啊惊讶，但是现在是惊奇啊，是以前是 in art， 但是现在我们从 art 啊到另外一个地步，就是 wonder 啊，这个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把这两个字放在我们里面哈、啊。我们跟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的。啊，的其他的动物哈、啊，不会看到很美丽的地方就会有 art 的啊感觉，就会有啊 wonder 的感觉。但第三个字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字就是当我们 art 以后 a w e 哈、啊，当我们啊 wonder 以后 w o n d e r， 第三个字就是 seek s e e k 寻找。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意思的。最后最后的是长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找到神。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真的，每一次我看到很美丽的地方，每一次我看到 Rocky Mountain， 每一次我看到 很美丽的海洋啊，我都是这样的 Art, Wonder and Seek， 很自然的、啊、我就会思想到神的苍天造地，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有一首的英文的诗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 The Greatest Thing， 中文的翻译就是你觉得人生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人说啊，结婚对于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人说我可以在 college 毕业也是我最重要的事情，这些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人生啊 the greatest thing 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诗歌讲得很好，就是认识神。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到的主题讲得非常好，就是人生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神。我觉得在这个感恩节里面，第一件事情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可以认识他。这首诗歌是怎样的唱的，让我唱给大家啊一次哈。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knowing you。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knowing you。 I want to know you more。 I want to know you more。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knowing you。 我觉得我每一天的啊，读这个圣经，我每一天祷告的时候，都是每一天的，都是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每一天认为我可以认识他。你们会不会为了我们可以认识神，感谢神呢？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啊，这个浪子哈。啊，他醒悟过来，不但他知道他跟父亲的关系应该不是只是讲到钱的问题，应该是讲到爱，讲到他是他的儿子。另外一件事情他醒悟过来的，他 coming to sense 的就是什么？以前他不觉得他得罪了天，得罪了、啊、他的父亲，但是现在他知道了，他知道他得罪了天，他得罪了、啊、他自己的父亲。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罪的问题，比如说诗篇51篇第五节是怎样的讲，我是罪业里生的，在我母亲外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如果解经的经文讲得不太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讲得非常清楚，讲到罪的问题。每一次当我念解经的经文的时候，特别有几个字啊，每一次我念的时候，我都感觉得不太舒服哈、比如说以前我就是这样的，眷顾自己哈啊，但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顾念其他人的需要，我是眷顾自己。还有呢，就是贪爱钱财，还有呢，就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还有呢，心不圣洁，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讲到没有亲情都是一样的。我还记得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每一次我长的时候，我都觉得真是不太舒服。这是关于一杯水的问题。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她在外面工作非常辛苦所以她就回家。那个时候呢，我没有真的知道怎么样爱我自己的母亲。我就跟她讲妈妈妈妈我真是very thirsty 我需要一杯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然后妈妈她说好啊，没关系啊，我可以给你一杯水啊。但是我的妈妈她说我也很 thirsty 所以她喝了一点，然后就给我拿一杯水。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太高兴，因为这杯水是给我的嘛，但是为什么他喝了一点点呢？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不要这杯水了。那个时候，我的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永远的不会忘记的。她说：“儿子，我亲爱的儿子，我非常非常伤心，我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你刚才这样的说。”那个时候呢，我不觉得有什么很重要的他讲这说话。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好像哪一个浪子的一样，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我的父母亲。我真的不是一个爱自己爸爸妈妈的一个孩子。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所以当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就好像跟哪一个浪子一样，我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我的罪。我觉得那个浪子都是一样的，以前他不觉得自己跟他爸爸所讲的一般的你的家业给我，我们要分家产拿的产业要给一般给我。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他没有想过，他怎样的讲可能令他的父亲不太高兴。但是那个时候他不觉得这个是罪，但是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我也都是一样的，以前我都是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就知道我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不对的，都是罪的。所以呢，我再讲大概如果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我所做的有什么事情是了不起，都是罪。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其实呢，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所讲的
都是罪。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come into senses 啊，长到这个浪子 come into senses 啊，醒悟过来了。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大概我现在都是好像哪一个浪子一样，不知道我自己做的有什么错。但是这个是神的恩典，我可以看到自己的罪，我可以讲的就是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神。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是 Thomas Merton， 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英语的就是这样的讲，讲到了就是 Who are we? Who am I? 他讲的就是，其实呢，我们是谁呢？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他讲到了就是 We are poor and have no money。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穷的，都是没有钱的。We have no merits, only our lives and our sins. 我没有什么好的事情，我们没有良善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只有的就是罪。然后他再讲到 ，We have no food but daily take our bread. 其实呢，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 daily bread 不是我们可以得到的。When we grow hungry from the hand of God, we work in somebody else's vineyard. 然后他讲到了，就是如果不是神给我们工作，我们没有可能可以找到工作的。We sleep behind just a man's barn. 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有一个房子的话，我们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有地方住的。我觉得这段的信息提醒我们其实 Who are we? Who am I? 我们其实是谁呢？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都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亲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自己可以有儿子的名分。所以呢再讲到那个感恩节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可以感恩，但是我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讲到其实我们可以认识神，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口赦免的时候，这个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还有呢，就是第三个这个浪子醒悟过来 come into sense 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长到了，就是不单以前我不知道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好。不单是讲到以前我不知道我是罪人，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是罪人。第三方面他醒悟过来的，就是他现在可以起来。圣经里面讲到两次，讲到他起来，我要起来做什么？到我父亲哪里去？那我觉得这个悔改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我再讲了，以前他不真的认识他的父亲，以前他不知道自己有罪得罪了天，得罪了他自己的父亲。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就是他起来到父亲哪里去？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觉得他不会起来，他不可能起来，他没有力量起来，他也不知道他可以回到他自己的父亲哪里去。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讲了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哪里去。再讲的这个都是神的恩典。这段的经文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真的我们
做每一件的事情都没有方向，都没有能力。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以前我认识一位的医生以前他是在洛杉矶做一个医生，他做得非常好。不单是他医生他是一间医院里面的Vice President，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钱也有名望的一个人。以前有人家跟他分享关于信耶稣的道理，但是他觉得我是医生，我有很多钱如果我有病的话，我认识有很多不同的医生，他可以帮我所以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其实呢，有一次他真的有病，他 有什么病呢？他患了癌症，但是他没有悔改，他还是觉得我是医生，我是医院里面的 Vice President， 我认识很多癌症的expert 专家，他们可以帮我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呢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有的时候呢真的我们会面对一些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除了我们的神以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悔改了以前他以为他不要神的，但是因为癌症的缘故，因为他真的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帮他，所以他就悔改。但是不是说他悔改他就健康了，我们都知道了无论你是信耶稣还是没有信耶稣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生病的，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经常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么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分别是什么呢？我们都会面对困难，我们都会面对那个重担患难。我觉得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分别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平安，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呢，这个浪子回头了，虽然他有很多的钱，虽然他自己是医生，虽然他是医院里面的 Vice President， 但是他知道他不可以依靠自己的，所以呢他都回头了，就回到神的面前。神真是非常奇妙，当他要做那个 surgery 的时候很多的医生都以为他身体里面还有很多的癌的 cell 里面的 cancer cell 里面，但是当他们打开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有什么的cancer cell。 所以现在呢他不再做医生了，现在他在温哥华一间的神学院做一个神学的教授。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见证好像长到那一个浪子一样的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以前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每一件的事情，但是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认识神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讲我们得罪了天得罪了人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可以浪子回头，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里面我觉得这段的经文给我很大很大的功课，就是我真的每一天都要感谢神，因为我可以认识他，认为我可以每一天的都依靠他。求神帮助我们盼望
在这个感恩节的时间，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每一天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每一天都有你的恩典，求你每一天都带领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好像哪一个浪子一样的，以前我们不认识你，以前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但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可以认识你。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服侍你。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将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